Hello，大家好，我是 Kiss Isles 的 Coach Mira。今天呢，和大家分享雅思写作一个 idea map 三种用法想出任何题的观点。这是一个 idea map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图呢？相信，了解我们课程的同学应该见过好多次这个图哈。我解释一下这个图。这 idea map 呢，其实就是好多个 idea 的这个小点，就是黄色的框框里面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小点给分类了，有分成三组：individual skills、individual needs、society needs。然后这些小点呢，其实就是每个小点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吧。那每个概念呢，其实它都有对应的逻辑链啊。逻辑链呢，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逻辑链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注册我们的7天免费课，然后你能下载到12组免费的逻辑链啦。我们为什么会今天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大题库里面，大题库就是收集了2012年到2023年现在为止我们能收集到的所有的写作的这个真题。那如果你想下载这个大题库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是注册7天免费课，你就能收到链接了。那在这个大题库后面呢，我们加了两个东西，就加了两个 column， 就两个 body 段，然后我们添加了一些这个。其实这里边就是 idea map 里面的小点，那这些小点呢，就是可以启发你用这些小点来扩充，然后成为一个基本的段落。好，然后我们在加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基本上啊，除了一些本来就模板，比如说你知道就本来就写让步反驳啊，或者说有一些是那个原因类的题后面要你写这个解决方法的，那这些就非常 common sense 的，其实用不上这个什么 idea map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除了这些以外，基本上其他我们都能找到，能够用的这个 idea map 的小点。那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 idea map 的小点，把它写成一个基本的段落呢？好，那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一个用法，我们之前其实在很多的这个 daily lesson 里面都有分享过，就是当你在写利弊分析题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写好处、写坏处这样子的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用哈？比如说我找了一个这个3月18号的这个题他说，每天看电视呢对小孩是不好的。另外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天看电视呢对小孩的发展是好的。然后它是一个 both views 的题目，好，both views 的题目大家都知道，两个 body 段分别写题目中的两个观点。那第一段就是写每天看电视对小孩不好，那肯定是写一个坏处，对不对？只不过这个坏处呢，要是对小孩的。那第二段呢是写对小孩的好处，那也就是说第一段写坏处，第二段写好处，只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好处坏处是对小孩的。那既然是对小孩的，那在 society needs 这个一个类别里面的点应该就不太能用了，对不对？那我们主要看这个 individual skills 和 individual needs。好，对小孩是坏的，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找到这个physical health？因为你电子屏幕对这个视力眼睛是不好的嘛。那如果你小孩每天看电视的话呢，他是不是就对眼睛就不好了？那视力就下降了。那 physical health 还包括什么呢？如果熟悉我们逻辑链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逻辑链就是你看电视的话，你就会长期的保持一个姿势坐在那边嘛。那这样就会对你的脊椎不好，那可能就会让你的脊椎就是有一些spine disorder，因为小孩的那个这个骨头还在生长嘛。好，这个坏处是很简单就能找到了。那这个好处呢？那我们就从前往后一个个去想吧。social skills 里面，看电视能不能提高小孩的 face to face 的这个技能呢？好像不行，因为你是看电视，不是跟人交流。那 empathy 有没有可能呢？empathy 是怎么来的？是接触了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吧？那小孩看电视会不会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呢？好像会吧，因为你在电视里面可能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外国的文化啊，学习一些外国的语言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你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东西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行为，那从而培养你的 empathy，那你就这个 social skills 就提高了。那对小孩的发展，那你对你将来的小孩就是去工作啊什么，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假设哈，如果你就是
比如说 empathy 你没找到，那你还可以往下，你可以发现，哎，其实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creative thinking，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creative thinking 跟这个 empathy 的前提差不多，都是你去接触了这个不同领域的知识，或者说不同文化的这个东西，那你就可能被 inspire 到，把这些不同的知识用 original 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你的 creativity。好，那这个就是对小孩的这个好处。好，那下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用法。那第二种用法呢，其实就是原因类。原因类的题目，好多同学都说，原因类题目没法用那个逻辑链，这个怎么办呢？确实，原因类题目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用逻辑链的，因为逻辑链都是已经给你规定好了往后推的，对不对？就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坏处？但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往前推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所以你可能就不太能用逻辑链。那但是我们还是能用这个 idea map， 怎么样来用呢？我们通过一个题来看一看哈。我选了一个1月14号的一个题，它是说一些前罪犯呢，被释放了以后呢，他们还是会继续犯罪，还是会犯罪？问你为什么？好，那我们就从这个里面去挑，我们就挑，哎，发现这个 money 可能会相关。为什么会挑这个 money 呢？因为其实你想，他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没有钱。那我们就是从钱这个点去想，你再往前想，从钱这个点往前想。他为什么会没钱呢？那是因为他找不着工作，对不对？那再往前，他为什么会找不着工作？是不是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公司，这个雇主对这些罪犯，前罪犯他是有这个歧视的，所以他们就不雇佣这些人。那因为他们不想雇佣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找不着工作，所以他们没钱，所以他们会犯罪，对不对？那因为这个题它是说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cause， 那你可以只写一个原因。但假设啊，有些题目它是让你写两个原因的，或者说你写了一个原因字数不够，那怎么办？就再找一个点嘛。那这个 crimes 最相关的其实是什么？是不是这个 safety？ 因为这个 safety 就是那些犯罪啊什么的。那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他 moral value 不好，对不对？那你可以从 moral value 的角度去再往前推。好，那第三种用法也是比较难的，就是写 AC 类的题。因为 AC 类的题为什么会很难用上这个逻辑链呢？因为 AC 类的题它这个 C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但是逻辑链呢，那如果这个 C 在逻辑链里是没有的，那你是不是很难套上去？但是 AC 类的题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的去套这个逻辑链，但还是可以像原因类一样，从 idea map 里面去找到一些小点，然后再去思考怎么样用这些小点的这个概念或者说内容来扩充我们这个 AC 类的段落。我们就用一个题来简单看一下该怎么用哈。比如说我选了这个题，它是说根据这个预测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21世纪的人们呢，会有更多的 free time。然后 ，to what extent has the prediction come true？ 也就是说，你要去证明，随着科技的发展，21世纪的人有更多的 free time。那这是一个 A 系列吧，就是你要证明21世纪的人，他怎么样，或者说为什么有更多的 free time。那这个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我们就找到 C 吧， C 就是这些人有更多的 free time。 那 AC 类的话呢，我们都要先做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化这个 C。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 daily lesson 里面都有讲过的哈。那具体化这个 C 也就是说它什么叫有更多的 free time， 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儿？那这个事情，那这些时间是以前用来干嘛了吗？对不对？以前用来干嘛了？以前可能就用来做家务啦，或者说用来工作啊。那为什么这些时间现在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了呢？那我们是不是从这个 idea map 里面可以去找一些小点？比如说我们找了这个 efficient。 那为什么你
以前做那件事情要花那么多时间，现在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更加 efficient 了。那根据 efficient 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叫 efficient？ 就是你做某件事情更快了，或者说你一定要做某件事情，你某个环节不需要了，那你就会更加 efficient。那你是不是又可以从这个点去往前去推，去往前思考？那你为什么会做某件事情更快了呢？哦，那可能是，或者说你为什么做某件事情，你不需要做某个环节呢？那可能是比如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比如说你扫地有了扫地机器人，你就不用自己扫地了，那你这个时间是不是就节省下来了，变成了你的 free time？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怎么 AC 的题怎么样来用这个 idea map 来往前推？那往前推的前面一步呢，就是你先要具体化这个 C。好，那今天呢，其实就讲了一下这个用法。那这些用法，就是我只是大概的，就是口头这样说了一下。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段落完整的写成一个7份的段落呢？那你就可以注册我们的7天免费课。里面呢会教你去如何去写这个逻辑，以及结合这个官方的这个模板，然后写出一篇7份的文章，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注册就可以了。那今天有个留言小问题，就是 idea map 可以怎么用，帮你想出任何题的7份观点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拜拜。